掉都卖完了。你们早上有来？对啊。我想说下午再买，都买了。早上不要这样嘛，因为我们最容易发不出去了，是吧？对啊。所以定制的算点餐哦。嘿，点餐跟飞鱼。飞鱼。用零工。啊？包沙吗？沙另外沙工啊。沙工怎么办？那外劳，那外劳他们这个。我们这样，那你那个量刚很少。
塞进来了，好吧，谢谢。你来了，我就去买你。去，老这么多人，你老了那么快。我来都你。这个狗了呢，头要不要？白带鱼头要吗？不对了，白带鱼，白带鱼你们的头要不要？头要不要？要吗？关了，对了，好，安了，好安了。你可以去那个木头站板那边杀、啊。我现在是没有刀子，我现在是没有刀子。因为这个鱼鳞刀，放到最后一定要刀子，关干净。要切小块的。不要。哎，好。晓得。收藏最多。我想要抓一只啊，飞鱼。飞鱼要几条？我想要像你早上说的那个几条、哦？那边有包的、啊，这边有包好的、啊，一包200，好啊，嗯、一包好。然后这有320，五百二包520，加起来520，算500就好了，加起来算500就好了。哎对，哎可以帮我杀一下，杀个哎，这边别搞出来啊，哦谢谢，三条，嘿，对啊。阿伯，谢谢。再拍一下哦。好，不要紧，然后又可以等一下。嗯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可以。
来。